又是给赖丽琴，来，直接门前乱军当中两顶，哎、再来，朱发一，朱发在临时席要进去了。哎呀，刚刚这个球怎么就在门球？阿包进的。是。这个球几个短球啊？是。完全是几个小短球。这个在后场在这个短距离的处理没有处理好。来看这慢动作，我们这个角度看不清楚。来看这镜子，头顶，胸停，又顶了一下，阿包上来，哎呦，这一个非常精准的射门啊！还有机会吗？哦，好运这一波锲而不舍，龙头吹啊，过高，可惜了。点点一上来啊，下半场上来就有机会建功啊，这个球顶了，可惜高了。来看，吼吼，这个球，好。这个球接的大力了一点，被他一起抄走。赶紧来个高踢，战术阿宝在左边等的欧国给他，继续起脚，哎呦，没有进，在外线，哎，有进吗？有进去了吗？我们刚刚这个角度看得不清楚，因为我看了朱芳怡这个，我们这个角度，哇，是进去了吗？哎，好像进哦。应该是进球了，所以有才我们看的慢动作比较清楚。给拉包，我们这个角度看是好像是没有进啊，在外面停了一下球，左脚啊，他进去哦，内侧进去，内侧哇，阿包这场比赛个人在下半，这个大脚过去 ，OK 哦，挡了一下，欧狗有机会哦，阿包在右边，直接起脚挡掉，左边有没有机会？出去了，哦呦。左边赖丽琴，中间阿包，右边欧狗，又是三支箭，是可怕。看他们动作，哇！主判这球挡得也相当精彩。这个球，欧狗的射门的动机。呀、啊，那就哎呦、啊，就刚刚那个应该是溥仪，因为溥仪够高啊，是对不对？这可惜了，好，这个球好像目标也刻意的是稳他。来看那慢动作，擦过头皮了，擦过了。